睡前的鬼故事，大家好，我是错别字。还记得之前拍了一个影片讲灵异照片的这个影哥吗？这部影片出来之后呢，马上有人在投稿给我，他是我的学长，空手道的学长张鹤林，他自己就拍到了一张一样类似的灵异照片。而接下来我会改编真实故事，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说给你听。大家好，我叫张鹤林，这是发生在106年的灵异故事。我本身是一间学校的空手道教练，那我带队去比赛等等的。我记得有一年，我们就是106年有一场大比赛，我们的学生打得不错，在过去的练习也很认真，所以表定礼拜五的下午要练习的时间我取消了，我就带着我们的小萝卜头们去小港社教馆那边烤肉，当天能出席的家长一起来，然后我们那现场就很欢乐嘛，小朋友那边吵啊闹啊烤肉啊喝饮料啊，然后有家长带卡拉 OK 啊聊天啊，也有人互相拍照啊等等的，散会回家也很快乐，大家都分享照片啊，也稍微聊了一下。可是回到家里之后呢，我女儿就开始发烧。那时候晚上的时候，我女儿先哭醒，然后我老婆先醒来，就发现哎呦怎么发烧了，怎么额头很烫啊，量了下38度，哎怎么会这样，就照顾了一整晚，都几乎没睡，稍稍退退，稍稍退退。到了第二天礼拜六呢，我老婆就赶快带着小孩去看医生。那刚好我大哥大嫂也回到我们家。我大哥大嫂是六日一可能或六日工作完就来我们老家住个两三天，再回去这样。那礼拜六小孩子是烧嘛，都要忙小孩。到了晚上也是烧不停。然后到了礼拜天早上，大嫂就跑来找我聊天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鹤林啊，因为我长得很大只啊。”他说：“鹤林，昨天那个嫂子，就是你老婆，是不是站在门口都没有进去里面睡觉？他看到一个瘦瘦的人影站在门口，他想说应该是你老婆，是不是小孩在里面睡觉？他可能刚好进去的时候想等他睡着再进去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昨天轮流照顾一个晚上，因为小孩吃了药还是烧啊。”他说：“但我出来上厕所两次，我都看到有一个瘦瘦的人影站在门口。”我就觉得纳闷，我反过去问我老婆说：“哎，你昨天有出去吗？”我老婆说：“哪有啊，昨天我不是跟你都顾小孩，顾在家里，顾在房间里面一整晚。”这件事就算了。礼拜天烧完，到礼拜一早上我要去上学了，我要上课。然后我大哥大嫂呢还是住嘛，但他就又来问我一次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要帮忙要说，我看你昨天老婆好像一整晚都还站在外面，我出来喝水跟上厕所一次，也都看到有个人影站在外面。看起来瘦瘦的，不是你吗？你那么大只。”哦，大家觉得，我跟你讲，我很笃定，哥，我昨天跟我老婆一整晚都没出去，我们房间就有厕所了，我们不会跑出去上厕所啊。而且为了怕吵到小孩，奶啦、药啦都放在房间里面了。这时我就觉得怪怪，怎么多了一个人影，小孩又一直发烧呢？后来这件事情，我哥跟大嫂就跟我妈聊嘛，我妈就整个俩起来。他就觉得说一定是卡到脏东西了，要去处理一下啊。我妈本身就有在拜拜，又很信这个高雄林雅的某一个师姐，所以那时候他就说坚决哦，礼拜一叫我带着小孩跟他去高雄林雅去找师姐。然后我就说好啊，那就带着去处理一下呢。那个师姐呢就说，你的小孩，你的女儿卡到了一个男鬼，他跟在外面，而且现在在庙门口，他没有进来，进不来，他在那边等。然后我就说，怎么可能，我小孩都在家里，怎么莫名可能一个男鬼从天而降下来。后来师姐就算一算呢，她就说，不是你的小孩卡到，是那个男鬼跟着你回来。但因为你本身八字很重，然后气场比较强，所以他没有对你怎样，但是对你的小孩产生影响。我妈听到 就整个毛起来，就说，你怎么去这么去哪里干嘛的，我想不到我有去哪里可以卡到鬼回来。但是师姐就开始跟鬼沟通嘛，然后就烧纸钱啊、处理啊、法会啊。我必须讲，我小孩有看医生，然后也看过师姐，但师姐回去之后，小孩真的就退烧了，就没有再发烧了。但我就不懂这个鬼从哪里来，答案就在礼拜二的时候就有结果。我们那时候不是礼拜五去烤肉吗？然后放假嘛，六日嘛，然后礼拜一我请了假，礼拜二呢？家长就在这个群组里面开始分享一个照片，然后我是带完空手道练习完之后拿手机起来看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多位图？才点开来看，有一张照片是学生侧拍我的，在我的背后
就站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男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鹤林，这是在我106年带小朋友去烤肉时所遇到的灵异故事跟拍到的灵异照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奇门遁甲师黄涛，李二啊。由于中天当天主播错别字赖正凯一直胁迫我，威胁我一定要拍这些影片，而且不给我钱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来吧，有什么问题请说。No， 不是。我举个例子哈，你今天晚上你开山路，不然山路比较你不熟悉的地方。两个地方你选择，就选了一条。开没多久，你看到一个类似灵异照片、灵异现象的东西，你害怕了，往回开另一条，就找到出路。又有没有可能第二种可能性？你看到这个灵异的东西、灵异的这个形体，你好奇，你跟着他走，就也找到出路了。所以有时候其实他是在暗示你，在提示你说你该往哪里走。你想留着做纪念，你就不要删；你觉得越看越害怕，那你就删除。如果你拍到这些类似灵异照片的事情，结果拍了回家后，撇除掉你的心理因素，你的整体运势、睡眠、财运、贵人、桃花、事业等等的开始下降，那你就注意，好不好？可能要找专业的老师处理一下，把这些无形的负面能量请走。我常提到的，你元神比较弱，也就是八字比较轻的人比较容易排到。那当然，尤其是在午夜子时的时候更容易排到，因为那是一天的交界。OK， 那当然，有时候其实有个说法是，他想不想让你排到又是一回事哦。我平常绝对是没有啦，要平常是有时怪物，但是一旦我像真男人的时候，可能不是30公分可以形容的。你没有看过游戏王吗？知不知道欧西里斯的天空龙？有看神奇宝贝吗？啊，结束了，谢谢你的访问。金色暴鲤龙，谢谢你哦。快龙，不会吧？真的是这样子、啊？我是错别字赖正凯，灵异错别字现在有专属的 YT 频道了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网友投稿的各地鬼故事、都市传说，还要找民俗老师分享民俗观点，以及找新闻圈各地漂亮女主播跟我一起去鬼屋。没有漂亮女主播啊，不要乱讲。想听我讲鬼故事的，请到 YT 搜寻“灵异错别字”的频道，或是小老鼠 CTIWUGEICTI 五 G， 每周固定上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不然半夜鬼上床。